出师即为崔若涵与方天硕提议，便以崔若涵为长，方天硕拜二棒。而在众人之中，杜文君以姚飞天最为特色松隆，有现场风范，可以由杜文君拜三，姚飞天拜四。总之，小妹这个位，我是占定了，就将方杰我拜第五，小霞你拜第六。可以。哈，众人皆同此心，太好了。不如咱便合招为信，动情处意。金兰为宜，合招为信，七招七式，在江湖中搞会出一道灿烂月影，一日燃艳计划，结义激情，以言为证。